哈，大家好，我是皮特。今天呢是2022年台湾爬虫季哦，现场呢早就已经人山人海，外面呢队伍也非常的长。那我们就赶快抓紧时间，带大家来好好感受一下爬虫季的氛围哦。你主打的亚虫钻石，对，主打的熊碎耶，独家的，独家的，豹纹手工哦。我觉得爬虫最好玩，就是它可以玩出很多特色的品系，就像我们从就是去养那种粗度啊，然后颜色跟爬虫是有那么一点像，可是爬虫的变化性更高，实在是高很多，甚至可以去杂交出很多独特的蛇啊，真的，这个很漂亮。我觉得这种有带这种淡粉色的颜色都超级漂亮的。这个是红钻石，还有这个彩虹，豹纹手工，很漂亮。哇，这个真的很漂亮，感谢感谢。鸡皮溜尾，这个芒刺溜尾，芒刺不同牙种，不同牙种，就是都是溜溜尾啊，不同牙种。适合。东亚。这是什么？飞来了，飞来了。他开心一下。好，感谢感谢，谢谢谢谢。这个是比较好用，比较好用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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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觉得不太一样诶、欸，他们其实，对于温度的耐受性，我觉得蛮高的。巨人马鹿，非洲的、喔，果然是非洲的。这镜头的，大只的。昨天晚上才刚下，这只、喔、跟台湾山穹非常像哦、喔，但是种类应该是不一样。都是对，那也是。这个抓在手上超酥麻的哦、喔，很酥麻。喂，对到吗？哦、喔，有有有。地部下面是黄色，像是火焰配色，看一下，这个很漂亮哦、喔。哦，这个超帅。可以啊。啊，老板都说话了。等一下，我要叫他们起床。可以抓啊、喔。你可以抱。好可爱哦、喔！没有没有没有，还没，这只才快，这是大概两个月大。两个月，两个月还蛮大的、欸。可以让它靠近你，这样它比较摸摸它，稍微它触它就比较稳定一点。它会想去你肩膀。好 cute 哦，胡蒙宝宝，痒痒的哦。看一下镜头。妈妈帮你拍照吗？哦，痒痒的对不对？痒痒的，好，妈妈帮你拍照。好，我们忍耐一下，看妈妈。他会爆冲吗？他们其实不太会啊，比较温驯哦。哎呀，对，看他那个头，哎、欸，看得到吗？会，头是扁扁的，哦、这边扁扁的。那改天再来我们店。哦，在动了。好痒的。你看他就是用头在沙子里面穿梭哦，所以头很扁扁扁的哦，就钻起来很顺。哦，这个超可爱，鲨鱼蜥。我先看你，我先看你那个。这个也太搞笑了吧！这要养几度比较好？应该说，如果真的可以的话，我还是建议在26上下。二六。不用说，一定要。这个的话，要怎么怎么养？养过什么？看一下这个眼神，实在是太呆滞、太可爱了。超感谢我脚控。这个我很想养。要准备一个适合的环境，再来好好饲养哦。不管是养什么动物都一样。虎皮龙源很酷哦、喔。
爬虫展怎么少得了两栖类？两栖类的动物，这个是花纹变异而已啊。对，可以理解这个。这个实在是太可爱了，看一下这个正脸，萌呆萌呆哦，这个真的超赞，虎皮龙源，我来好好准备一下。这个也是我一直很想养的其中之一哦，身上的花纹非常鲜艳。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太好了。想要听香龟吗？好啊，这是东部香龟，然后这是公的，然后这个现在是最有名的吧？东香，就是说现在最有名的东香。然后，对，这只是公，这只公龟，它尾巴会，你看鸡鸡会露出来，然后它、就是对，然后它们最特别就是叫 bus turtle， 就是因为它的这个可以盖起来。可是因为人工饲养养很胖，所以说它其实基本上它就是因为它这个养的比较胖，所以它盖不起来。挑好的基因，然后再去配，就是配出就是要这么橘红，因为大部分东乡的两个方向啊，一个就是黄，然后一个就是橘红。那野生的会比较像哪一种？野生都会有，野生都会有。对。不，我看你的频道，真假的？我看你那个高考上司，对，开那个剪那个频道，对。像这只是母龟，那这种很难得，就是母龟的表现这么好。对，它的表现其实不输给公龟。母的通常颜色比较没那么亮。对，母的通常头尾也会比较没有这么明显。对，然后壳外也不会这么好，它那么满花。对，黄的也很漂亮。这是他们讲那个蛋龟吗？对，就是蛋龟那种，蛋龟是统称的，就是统称比较圆的这种。对，他们的壳形是圆形，就是像蛋一样。对，这个我有看朋友在养。对，然后因为它这种也是洞胸龟属，所以它这个也是可以盖得起来。它很凶呢。对，很凶，蛋龟都很凶。好欸，沙染，对啊，最近很常看到，很可爱的身形跟一般的蛇蛮不一样的。对，就胖胖的。尾巴很短。对。尾巴好短，来看一下尾巴多长。对，它的尾巴超级短。哦，鳞片蛮粗的，鳞片是粗糙的。我放下去它会钻吗？放下去它马上。我可以放这里。谢谢。哎，钻了，钻了。我一开始养的时候，我妈也是养，什么都没关系，然后在冰箱放。这真的好，哦，你很会钻，这个很会钻哎。对，他们其实很喜欢钻沙，就是安全感，就是有安全感。工程蛇，对，工程蛇，他们是小型蛇类，所以不会长太大。对，它的爬，就是它便便的，就是用胡桃壳，它就是很好捞的，就是它只要它会干燥会跑。哦，跟养猫一样。对，要帮它铲屎。沙染的铲屎官。这又是花纹是这样子，是一般色。这真的很温驯。非常温驯，他抓着也不太动，很可爱哦，这个超温驯的，他眼睛好小哦。他吃乳鼠吗？对，这个大小我会喂小蝌蚪。好，就吃老鼠的。更大一点点，都吃的都差不多。对，这是母成体。对，这是母成。哦，这个颜色很，对，很厉害耶。它是白化，很像糖果色。它跟它是同一个品系，只是纹路不一样。嗯，哎，不要再钻了，回去。这是公的。对，这些小盒子都是公的。所以这个都成体的大小啊。对，这已经都是成体。这个我们是用猫砂，它便便会长这样。你看大便就可以跟猫咪一样，像铲屎官，还蛮好清的。对，这很方便。对，这很贴
清大便，我甚至不用拿东西，我就直接手剪。对啊，这个有意思。对，很方便。很酷哎。都带宠物来爬虫展的，还有头上，这养多久了、啊？养半年多了。嗯，这看起来很小。小只啊。好了，很可爱哦、喔。我可以帮他抱他吗？可以啊，可以。嘿。哦。我就没手可以拿。很重哦、喔。看一下。超级火啊！他叫冰旋风，来跟大家打招呼。欸、冰旋风，超可爱，白色的红尾展哦，身上还有这种碎斑哦，红色，然后又有黑点，这个好漂亮，真的很像巧克力糖果。他叫冰旋风，冰旋风红尾展，也还好啊，那很小。感谢。再跑，所以它还会再大，还会再大，它还算小啊。看镜头，而且这个斑纹像糖果哎，每一只个体的喷点都不一样。喷点会比较少，有一些会比较多。先帮他打掉。是叫什么车？红尾懒。红尾懒，这是我们自己培育的樱桃。樱桃。嗯，很红。这边很红。对，红到里面。这很漂亮哦，这很红哎、欸，这只、啊、哦，这个好红。它连屁股都红的。这个这只脚都是红的了。我觉得这个 很像玩具，很像假的。以前呢、啊，那个 Marvel 的那个，对对对对对 ，Marvel 那个什么英雄，我也忘记了，整个脸都红的，也有可能更明显。这个才两个月吧，两个月。哦，刚孵化。对对对，然后这个大概八个月，八个月这么大。对对对，七八个月这样。然后像这个就大概是一年半到两年。它长大就变这个样子。对，它是同样的，要到全白的几率。会比较低。对啊，这个怎么那么白？嗯、对啊，怎么那么白？对，它黑色一般来讲是，一般来讲有可能是会像这样，几率比较大，会像这样。对，这个也比较常见。这个也是白化这个。对啊。对。那没有白化，有白化，它就会变得有点粉红粉红的，这个它也可能会褪成碎体这样子。哇，哦，有。它出来见客，会。有，很漂亮。帅。好 ，OK。出来了！有，出来了。好，没问题。赞，很赞。这养到这么大要多久？这一只大概两年吧。哦，两年就这么大、啊嗯？其实两年就会这么大了。等会很难，哎、欸，到现在都没有摸到蛋。它是刚出生的。对，今天刚破。今天刚破的。我最近常常在看你影片。真的假的？然后就可以换位置。再打开一下。喂，可会不会吓到他？不会。我怕你这个会反过。是 WY 雪花雷达，我可以看一下红头，它的太神奇了，然后再大一点点，对，它的花色也不太会变，个头再大一点点。它这种大小都是神奇，然后对，这个还是有这个变化。它是一般松果，它是红头松果，看一下它的尾巴。真的是一个松果，小小的黑金，对，小只的，很可爱。严格，老板，请问有那么草莓幽灵？草莓幽灵要等南美洲的货。Hello。我也是听大家讲的，
新发现的物种。对，2020年的时候，世界上有新发现的物种。看一下它的特色，就是它体型算很小，像它这样子的体型已经是成体。哦，这样已经体将成体。感恩，最后机会了，快点快点，把它拿走，都是我的。偷一只，偷到是羊的，偷到是羊的，再偷一只，开始。